喂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呢个东哥打 Elden Ring DLC。现在已经系夜深，所以我尽量会将我嘅音量收细。我去埋呢个位啦，去埋呢个位冇嘢咧，我就入去。之后呢度咧 ，according to 嗰条友咧，咦？呢度系咪穿得过去啊？according to 嗰條友咧 ，suppose 應該就會有個關星星相關嘅資訊。我變翻日頭先，但係好啦，我事不宜遲啦，我就會騎住個馬，冇得頂啊！等下，呢啲咧系引你去上边喎，呢即系全部要你擒上去。佢上边都系有个咩墓地灵兰嘅 friend， 但系真系就系大粒黄豆啊！啲 friend 啊，大粒黄豆啊，唔该 ，yes。我唔係好想行，老老實實。嗰啲大粒黃豆，你明白呢個 game 有幾多嗰啲叫做咩骨灰係真係有用嚇、有用嗰啲都係得一兩隻都升曬啦。咦？咪住先，人錯添。睇下先，真系好乸癫成件事，好大啊！但系我好似冇玩过咯，上一个钟头到而家都行错路，行错路，呢边行啱路。好似完全冇玩过任何有意义嘅，经过有啲有意义啊，玩过一啲有意义啊，同埋执过一啲有意义嘅嘢啊。啲心碎纸，心纸碎，我想睇喎，反正呢个。心纸碎。即系之前咪估系同嗰个系同阿咩啊，我唔记得咗添，碎托咩啊，我唔记得咗啦。即系个梦神系同阿咩系同一个人嘅，而家收翻，因为原来佢只会重用个资源。佢只不過重用咗個資源，嚟咗。大龜裂。佢咪话就系根据呢个棺材啊，个远处啊，唉，黄豆啊，欢迎你黄豆啊！我直头，我觉得呢个 game 要叫做英文叫 Hello Beans。中文叫歡你好黃豆，好唔好啊？好似更加符合呢個 game 嘅遊玩。
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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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有个窿喎。唉，啲敌人好有趣啊，好明显精心设计过啦。呢度似系又系有个水星砸落嚟喎。喂，呢度有火花唔同颜色，然后系真系有咁啱得咁巧啊！恭喜你！托利娜，哦，系啊，托利娜之前咪话托利娜系同咩系同一个人嘅，因为佢个朵花一样样嘛。之后发现原来佢系重用、重用、再重用，一样样系有几咁奇啊！唉，一不想理你啊，真系。嚟啦！呢度系应该关托连娜有啲关系。佢因为佢猛咁喺度酝酿紧啊，其实好明显就系呢度系有啲嘢。我跳过去，黐线，心子碎裂，好，呢度系叫咩名啊？升一升级先。呢度真系落唔到去噶，哇！仲可以騎馬嘅，嘿！呢度又唔騎得啦，不過，新世界喎，石棺大洞、石子大洞。石棺大洞，唉，我真系觉得中咗伏，因为呢度好似虽然系大啊，但系冇嘢做过咁样嘅大佬。石子大洞，睇先，派士居弹，快！温，唉，唔可以騎馬。都幾勁，
喂，心紫睡莲系即系咩啊？哇！我觉得呢度其实系应该要可以俾人骑马，但系佢为咗掩饰呢度系冇乜嘢咧，佢唔俾你咁快行。迷惘，你而家系咩啊？懊悔啊！将我嘅爱，哇！试一试。试一试，米海拉，阿米生，做咩事？突然之间诗兴大发，呢、這个感觉咧，真系有啲似，我唔记得咗，令我即系格斯嘅对头人，咩咩菲斯嗰啲啊，即系佢系一个完美嘅。一个人嚟噶嘛？如果你 according to 嗰、那个洛恩战士，但系奈何佢就尝试到佢最严峻嘅失败，然后导致佢系要毁灭世界。我觉得米海拉有啲咁嘅感觉，即系佢系一个近乎完美嘅神，但系佢有个。很差的一个身体了，然后呢他有一个很完美的计划，但最后好像不太成功，需要搞到他呢什么 Q 都没了，然后他开魅惑的人又开始不相信他，你明白吗？这个就是如何成为一个，即是如何令到突然之间个大魔头形成，就是因为 我应该全部东西都在我的预计之中，我一个完美的神，但奈何我嚟到呢度，样样嘢都唔如意，样样嘢都唔顺利，我最后就会扭曲咗啦，我的人性就系、是、exactly 系洛恩战士嗰、那个，唔记得咗系咩添嗰条友个名，噏到好顺便嘅，你讲咧我就话，哎系喎。似唔似一个？哇！如果写故事咁样，咪写得好立体咯。即系你，即系个坏人唔系一个完全坏嘅嘢，系因为为势所逼嘅。咁呢啲咪一个写得立体。我一直都讲紧故事，你唔可以写将个坏人写到系佢天生就系咁坏。因为呢个世界每个人都系会觉得自己系一个好人嘅，你必须要谂点样喺佢嘅角度，我自己一个好人，我只不过系因为乜乜乜乜乜，所以搞到我做唔到个好人。好，好啦，呕心啊呢个。仲有一隻我見到，
佢係咪會自動追蹤啊？我想問，係啊，好嘔心啊！黐線！系嘛？我头先讲嗰个故事系咪好？我甚至觉得比 Elden Ring 佢本身自己嗰个故事更加之合理。然后所以先可以令到一个人见人爱、全部都中意嘅角色变咗做一个大魔头，唔好话大魔头嘅，系最全只 game 嘅最终极嘅大佬。但可惜我哋永远都睇唔到，唉，洛恩战士嘅结局，呢个都系一个遗憾。究竟佢会唔会临尾系因为格斯放下仇恨而完咗咧？冇人知道。其实因为写唔到落去，你见嗰、那个嗰、那个矛盾越嚟越强啊！一定要有一个好明显嘅一个解决办法，就系两条友两边是哪一边有人死，即系如果你系洛恩战士，佢完全系去到一个地方系冇得和解嗰个情况嚟，死系讲得远咗添。我就系奇怪，点解呢度有角咁奇怪嘅？呢个系 Dark Souls 1嘅敌人嚟喎，Dark Souls 1嘅敌人嚟喎。原来佢就系咩啊？佢就系尼达啊嘛，转世成为尼达。关于我转世成为尼达嘅故事系嘛？呢、這個 exactly 係 Dark Souls 1嘅敵人嘅 move set 同埋 exactly 嘅模組嚟嘅。呢個係咩啊？呢個就係托利娜會唔會？呢、這個會唔會就 exactly 係托利娜？系咪先？我可以破除魅惑噶嘛？系咪咁解啊？我中意投掷类型嘅嘢。首先睇下我就咁用刀物理攻击，好核突！边度？但系呢度真系好似尼达嗰度，哇哇哇，混种狮子喎！
双叠光环。但系关拉达光咩事？我想问，头先嗰只系拉达光呢出仔啊嘛，系嘛？碎年。越嚟越引人入勝呢度，呢度咁搞笑嘅。打大佬咯，我 feel 都系。哇！呢度系个黑龙嗰度嚟嘅，吓 Dark Souls 3嚟嘅，幻影城嗰度嚟嘅。同埋係咩喎？嗰個叫做呢個係科斯的孤兒有啲 friend 嚟。唔想再跳，所以咧呢把剑系好紧要。我到今时今日都系觉得呢一把剑系性价比最高。哦，有一贏喎，原來咁易打喎。撳錯掣呀。再见，但佢应该有 face 啊嘛，容丽的追忆。
冇 face show 啊？冇 face show 喎。等先，拍多一粒先。唔攞得噶呢啲心子花园。诶，呢度唔打得嘅，托利亚系好人喎，咁样啫。就系呢朵花就系托利亚。好恐怖啊！成件事吓，哈哈！嗱，我觉得喺呢度米海拉大豪恩系时候啦，我唔会俾人迷惑，迷惑啊嘛，我咪会见到你嘅真身添啊！乜嘢事啊？喂，我要做啲咩咧？我咩？我已经唔俾你迷惑到咯。圣女托尼娜，喂，咁我呢度当完咗啦，呢边，好，唔系当完啦，真系完了，哦，另外一边啦，要显现啊嘛，佢应该唔系线我爆股，线我都冇办法，game嚟，我就要俾人线咯。冇办法噶，俾人线都在所难免噶，正咯。诶，咦，中咗伏添？喂，冇中伏，冇中。可以唔好成日俾埋呢啲大粒黄豆啊！喂，冇用噶，你都要有，你都要有骨灰可以用先得噶。你明唔明啊？你会升啲咩骨灰啊？吓，我就谂唔到啦。有啲咩骨灰值得你升啊？你系咪善良噶？善良的手手啊！
呢個真係唔係好唔係好激進嘅。是我搞到你的生活，对不住。这里可以走回上去，这里有得黄豆那么大粒了啊，多谢你。有什么用啊？黄豆你做什么要？是冇用的，上到嚟是冇用的 ，useless 啊！哇！我未见过呢个地方冇用成咁啊，大佬！我 expect 到是冇用的，但都不会 expect 到咁冇用啊啩。真的有嘢攞喎，即上面都是要喎 ，suppose。暫時都是可以行到的地方嘅。黐線，係冇嘢嘅喎。喂，東哥 Open World 就係咁啦，我又未見過 Open World 係咁啊，反而你玩過啲咩 Open World 係可以咁耐冇嘢噶？我真的未玩過啲咁空曠嘅 open world， 即係咁 open 啊！呢度上面有人射嘢喎。我想个人不要这么 open， 保守一点。哇，黄豆这么大粒，利亚指头，要我吹啲打嘛。我懷疑我其實有關於哇哇唔使有關於其實喂唔好喂，但係關鹽蛇咩事啊？我想問啦，
唔係又想話我哋阻住你哋啊嘛？計呢度有個唔關我哋事喎，真係唔關我哋阻，唔係我哋，因為我哋阻住佢。幾好喎！永恒的安眠，系咯，而家就话梅失莫其实系好人咯，双方都身为狮子嘅兄长，边个系狮子兄长？以及無法為王的憎恨一起隱藏，是的，很明顯的，就是老母不理兒子放了進來，之後喺出邊咧搞風搞雨，唔知道想做乜。其實而家我發現咧，其實會唔會係意義上咧，佢係同 Dark Souls 2 係講緊同一個故事，就係你唔好以為你做國王好巴閉，你老婆係黐線嘅啊！冇其他意思啊，唔好諗多咗，冇其他意思。重力喎，哇，背刺人啦可以，誒，咁少錢啊？終於俾佢食到一次，喂，唔好，夠啦，夠啦，在這個鐘喎，沒有其他鐘喎，在這裡喎，吹響吊鐘，我係咪做咗啲唔應該做？嚇？有咩用啊？但係我想問，唔係話唔得啊，而係有咩用啊？我想問啊。
有啲咩呢度？唔覺得有什麼有意義嘅嘢喎。喺呢度真系穿到过啦，穿到方子啊！真系，我又系唔知咩嚟，萤火唔俾你啊，嘢都可能冇啊，唔知呢度有啲咩攞，之后呢间屋就叫咩？吹完之後唔覺得有咩特別喎，太多呢穿嚟穿去嘅咁呢個 DLC。我已經唔記得咗行咗幾遠咧，去到呢度。我去呢個位係嘛？咦，都可以打嗰条龙啊！其实我想讲，应该够打有得。转左啊，咪转右啊？有乜召人啊？真的很厲害，前面咯，呢个窿，呢个罅位，呢度未嚟过，原来有卡罗隐藏墓地，又新嘢嚟喎，原来系潮。有冇萤火？我想问呢度，你俾个萤火，我即刻跳落去呢个位嘛？有个咩咩声啊！即刻，
贏咗咯。女好彩冇俾食屎仔執味道。提比亞但他其實有沒有講到提比亞是什麼提比亞咁係咩啊？啊，你提啲唔提啲，提比唔提啦？咩叫提比啦？莎士比啦？啊，提比啦？點解要提比啦咩？唉，我諗唔到。零花火，零火花咯，即系同佢擦唔出个火花。喂，越嚟越远啦，我已经唔知道行到边度。已经有一集系不知不觉又行咗九里远。是死亡資料。兩隻計好。富贵黄金律法喎，但是他不打，不要说我屈他机啊，这就叫人工难度了。狗懒唔搭白，
呢度系嗰度。呢、這个死亡仪式要系必一定会嘅，定话咁啱系夜晚定日头咁样啊？冇嘢攞喎，成个墙黄豆都冇粒喎。呢度楼下有啲咩啊？哦，呢个系之前嗰度嚟嘅，唔理啦咁样。我继续行先，睇下有冇啲特别之处先。我基本上都是仲行緊同一個地圖，實在會唔會太大呢？其實個問題是，哦，真係奇奇怪怪。唔中到佢啊！哇！喂，又系咩嚟噶？呢度越行越唔似，咦？唔系喎，呢度似邦尼嗰度喎，邦尼洞穴喎。啊，我执完嘢我走噶啦。入去开个萤火，我就完咗今集去，实在太大啦！呢、這个 DLC 大得嚟主系冇乜嘢。好，我试下极速睇下过唔过到咯。叹卫星，不要再。完全唔好玩啊！喂，难玩难玩难难玩啦，系完全唔好玩喎，点睇先？
得得得得得，冇搞咁多嘢啦。喂、哎，即刻有大佬打，好。唉、哎，算啦，探位者，搞埋呢度咧就收皮啦。去咗边啊？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。点解会见到？点解会知系你啊？我都唔知道。搞掂，咁样好玩咩？咁样好玩咩？哦，我睇下有冇其他地方可以。有嘢玩啦，好唔好玩啊？呢个山窿冇嘅话咧，我直接出翻去啦。好啦。我已经成功证实咗呢样系冇嘢嘅，吓、啊、可以走得啦，拜拜。好啦，咁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，再见啦各位，拜拜。